大家好啊，吃饭，木瓜丝、腊肠，还有这个茄子。茄子肉末，鸡蛋炒野葱。香辣脆的木瓜丝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吃一个糯米笋炒腊肠。这个笋子吃起来真的是特别脆嫩脆嫩的。大家听这个声音，特别嫩。这个笋子的话是新版出的笋子，一包的话是248克，这样一袋的话可以炒出来一盘。笋子的话全部是用笋尖的部位做的，吃起来特别脆，特别嫩，没有一根老的。这样的笋子炒这个腊肠或者炒肉啊，做鸡汁脆笋都可以啊。并且今天还是给大家活动价格，拍三袋的优惠3块，拍5袋的减5米啊。哇，这要回去加米饭去了，太下饭了，太香了。腊肠米粉还有腊排骨，
香辣脆，萝卜干，还加了一点胡辣椒。老铁们，今天吃这个米粉、腊肠、串台，好吃，粉好吃，放辣椒油去。
了。